其實我係電波少年係啱嘅，因為我十歲開始講波，所以到而家都仲係少年嚟嘅啫。即刻咧就請你對住一場波講下波啦。好，阿尖 ，Showtime。好啦，睇翻呢場咧就係世紀大戰啦，嚟自 Kitty Farm 嘅比賽嚇。呢場波就係連招呼都唔打嘅世仇大戰啦，嚟自南翼對住咧就係首爾嘅。一嚟到南山南富，雖然南翼單刀機會入到埋嚟禁區第一個位置，十九歲小將直上班初左腳搞掂 ，Yo 咁就1-0啦，真係快過咧就上網買呢個演唱會飛嘅。好啦，輸一球波之後，壓住右手邊位置進攻嚟自首爾啦，要攻啊嘛。但望住禁區頂位置，我留咗11年真正愛回家嘅呢一位撥大威嘅祁成容追翻成1-1，哇！真係始終家裏最温暖啊，就係咁解啦，1-1。好啦，好到下半場嘅比賽啦噃，繼續首爾嘅天下噶。跟住左邊位置，咁啊成個下半場都係撳住嚟揼噶啦。入到埋禁區，轉身時間，左腳吊埋嚟中間拍到先嚟頭槌，回一點，以19歲嘅小將朴正斌咁樣1-2啊！哇，佢都唔知道發生咩事噃。大家咪想睇慢嘅揾答案呢？唔好意思啊，時間關係冇啊。有冇稿噶？有冇稿？放心，有。今日咧就係對住場波，但係有稿俾你哋講嘅。呢啲 first for a while。出嚟先，張振朗 show time。好啦，詹而家今日咧就帶大家睇一場呢個 K League 嘅，啊齋打波唔打招呼嘅世仇對決咧，水源南翼啊對呢個首爾嘅，你睇下南三南富主場嘅水源南翼咧，嗱一嚟就攻啦，金龍門啊大腳開波，啊中場一頂啊，啊睇下個19歲嘅前鋒跑得真係幾快嘅喎，唉喐搞掂啦，真係快過排隊上網買呢個演唱會飛啊，啊俾人入咗一粒紅黑間條嘅首爾啦，哇成隊波啊醒神曬啊，立即啊做翻個反撲啦，留意翻啦，企喺呢個俄美魚嘅時候咧，聽咗11年嘅，我啱啱先我回家奇蹟。哇！真係又入啦！呢個時候真係始終家裏最温暖。李生呢個朋友識唱一齊唱啦！哇！好啦，咁唱完波唔係唱完歌就繼續踢下波啦。誒，轉眼眼咧就已經去到下半場，接近80分鐘啦。我一邊咧左邊又傳，唉，冇理咁多，總之一頭頂埋去。哎呀，只係爭少少嘅啫喎。誒，呢個時候咧突然之間唔知點解佢一擊個波就入咗咯，咁就2-1啦。啊，完全真係唔知道發生咩事啊！係咪好想睇慢鏡咧？阿 Sorry 有時間關係係冇嘅 ，Thank you。聽嗰啲侄仔講得多，同埋我覺得好犀利，係連啲 yo 都學埋啦。係啊，喺啲時間請撳燈好嘛？究竟對於佢呢個足球評述員嘅表現係得到綠燈定紅燈？係啊係啊，全部都係綠燈嘅。再睇下翠兒咯喎，翠兒係咪你嘅競爭對手啦？翠兒有請 show time。阿詹我今日帶大家睇一場 K League 齋打波唔打招呼嘅世紀對決，水源南翼對首爾啊！你睇下南波南三主場嘅水源一開頭就嚟攻啦，龍門大腳開場，中場一傷，你睇下前鋒19歲就跑得幾快，快到一推再嚟個假身，射個大位 ，yo 就係咁得咗咯，真係快過排隊上網買演唱會飛啊！俾人入咗一粒紅三間條嘅首爾成隊波醒曬，即刻反撲。留意翻下，企喺峨眉峪，去到外地踢咗成11年，啱啱先愛回家嘅祁成，嗱就係佢啦，一樓一石1-1，今次真係始終家裏最温暖。哈，山頂嘅朋友，大家識唱嘅一齊嚟唱啦！唱完波之後，唱完歌之後繼續踢波，轉眼下半場接近80分鐘，一次左邊嘅傳中波，俾咗柏斯一頂。柏斯，柏斯邊有翻艇？上陣嘅柏正想點啊？真係冇人知啊！完咗，完咗，唔好意思啊，四盞紅燈啊，要停啦。冇辦法啫，佢都唔啱個畫面嘅，好死板喎，唔夠生氣咯。你有波入都還好啲啊，如果你冇波入嘅話，我瞓咗覺啦，大佬。我越聽越迷失咯，唔可以再望畫面啊！去咗邊咧？點解望住觀眾席入咗波嘅？就係佢啦，一樓一石1-1。不過冇辦法啦，我要同阿翠如講翻句公道説話，佢係唔改劇本嘅。